据英国邮报8月3日报道，27岁的比利和23岁的史蒂芬来自英国诺丁汉，参加了一档真人秀。在这档真人秀中，新郎要在新娘完全不插手的情况下独自筹备婚礼。然后27岁的比利花费了1.4万英镑，折合人民币12万的预算，举办了一场猪主题的婚礼。伴娘们穿上粉色猪猪连体衣，餐桌上放着猪头气球，还邀请了50头猪来到婚礼现场。比利说，策划这场猪主题婚礼的原因是自己的未婚妻的昵称是小猪猪，突然想了段 BGM。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8月1日，杭州某连锁餐饮店在滨江区西湖区的两家分店开展了名为全球追凶的促销活动，在门口打出大幅宣传海报， A 罩杯打9.5折， B 罩杯打8.5折， C 罩杯打7.5折，一直到 G 罩杯3.5折。活动推出后，客人比平时多了 20% 左右，基本每桌都有一位女生。8月2日，总部让分店撤销海报，8月3日活动停止。8月3日下午，在浙江宁波余姚市城东新区一十字路口，一辆电动车和一辆劳斯莱斯耀影发生碰撞。据目击群众介绍，当时外卖小哥速度比较快，闯红灯撞上了正常行驶的劳斯莱斯左侧车身。发生事故后，劳斯莱斯车主把外卖小哥送到了医院，并垫付了医药费。据悉，劳斯莱斯的维修费用在60万到100万之间，但是车主表示不打算追究外卖小哥的责任，车子自己会去修，希望他接受这次教训，下次能够文明行驶。把今天土豆牌西瓜最甜的一个送给这位车主。8月2日凌晨，贵阳的王女士和朋友吃夜宵时，看到一个5-6岁的小女孩专门寻找男女组合，然后吐吻男生，就亲了那男孩子一口，然后就必须要买他的花，他给了他100块钱，然后那小女孩不退他钱了，觉得好夸张，就有一点强买强卖的感觉，也没有办法嘛，因为小女孩嘛，也可能对他凶，也不可能说不要嘛。来自网友们的投稿。祝君到了中午的提升新老环节。